们的话题是假，拼命也不会争吵，乐观上让彼此解答，这才有情绪也消化得了，你没有压力就好，让爱情没主导，无所谓我够渺小，不必等其实也不算糟糕，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，能在你身边就好，
穿白色衣服这个还不错哇，哇，看起来，我那个我单身啊，我有这个荣幸跟你交朋友吗？有没有要跟我交朋友的？哇！不要不要，怎么又是你？左边的朋友哇，这里也不错哦，这里。我刚刚就看到你们从后面早上就开始排队了，你们真辛苦。其实呢，在生活当中呢，我很喜欢用很多的音乐，很多的感动，但这些感动呢，其实都出自于女性的朋友。你看哦，我写的什么歌？阿嬷爱威是不是阿嬷？我写的只能勇敢是因为被女生抛弃了，所以写的。我写了没那么简单，是不是因为女性的朋友所写的？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歌呢，其实，因为女性的朋友给我很多的感动，很多的一些在生活上的幸福以及快乐，当然也有悲伤了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呢，在生活当中要过得幸福，就像刚刚那一首《好好先生》，我觉得，每一个人都是要被宠爱的，要被保护的。那我也希望呢，有一天呢，我也可以保护一个我心爱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后面还有好多很多很多人，我今天不能唱太多歌，不能讲太多话。原本呢，答应这个主办单位要唱到晚上12点，不行啊，我就说不行嘛，原本对不对？而且我还会说。那如果要唱到12点的话，以我的表为主，现在是11点55分，可以吗？哦，接下来这个歌也是因为，女性的关怀，让我用自己的力量慢慢站起来。这位朋友，你很聪明，你是我的人。想要的不喜欢的我